揭晓。海狮的牙齿上排十八，下排十六，所以正确答案是34颗。来，我们掌声先给这位女同学，恭喜你答对了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就让这两位同学来跟海狮做个好朋友。来，我们站到蓝色小舞台上面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将你的眼睛看得正前方。这时候呢，你就要展现不害怕、勇敢的时候了。好，来，这个时候伸出你的手，我们一起握握手当好朋友。来，掌声鼓励。好的，那谢谢这两位同学，两位同学可以先回座了哈。哎，谢谢。好了，那各位现场的同学啊，我们第二堂课呢就上到这边。那刚才分享给你们的海狮基本特征，一定都要特别记下来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一样伸出你们热情的双手，来跟我们两位主角还有海狮同学说声拜拜。我们第二堂课下课喽，拜拜。哇，这么快速的离场，各位同学，你们等一下下课的时候也要跟他们一样哦，一起哦。哎，没有人讲话了。好了，不是啦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老师就来问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有没有人猜得出来啊？下一堂课要上什么课？哎，来，女同学要上什么课？体育课，厉害，一次就猜中了。等一下呢，要上的就是体育课。那还有没有人知道体育课要上什么？来，直接喊出来就好了。来，好，篮球答对了。还有呢？足球，厉害，也答对了。还有呢？什么什么？对，哎，但是等一下有精彩的让你看。还有呢，游泳，游泳是你喊游泳的吗？你等一下要下来跟老师一起游泳。哎呦，不想。好了，其实你答对一半。等一下呢是一个跳水比赛，有没有看到那个高台啊？等一下是压轴比赛，是跳水竞赛哦，就是由这位男同学来跟海狮同学一起跳水。啊，不是啦，好了，老师不闹你了。好，那大家都猜中了，就这个时候呢，让我们一起用最长又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运动员进场，来，掌声大声一点。啊，不是啦，不是大爷，老师记错了，拍手拍手，我记得是这个门后面，我们一起来看看是不是门后面，老师不会再骗你们第二次了哈。哎，首先呢，有没有看到身材非常的好？另外两位同学也漂亮的进场了，来，让我们再次的掌声欢迎运动员。好了，老师呢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运动员啊，他们一样体积比较小，所以就是女同学。首先在大家左手边这一位呢，就是我们最优秀的俊俊同学，来，我们掌声欢迎。好，那君君同学呢所带领的就是皮皮还有多多，他们是属于红队。再来，在大家右手边，哎呦，非常可爱的就是我们刚刚出现过的拉拉同学，来，让我们。